你先转边盘，看到吗？有，他你可以自转，但然后摄影师也会帮你转，你可以伸手，然后你比一下方向，他会照你。转不转？陈琳，那问你转不转？啊？因为我有，我脸上会有一个吊灯妆，所以我感觉他们差不多。哦，20几公斤哎，换成毛就是。 车来了，车来了，车来了，好有活力，还可以跳舞哎！不要我热，我好累。可以拿下来吗？我刚刚说不要。因为热。你这个画面做什么？可爱的动作。不是可爱，我在。太累了。就是挺热的。这有赢我演唱会的吊灯妆。吊灯妆要穿多久？ 穿一首歌，真的还好，一首歌。是要唱歌，快歌慢歌。慢歌。好啦，首先。不用刮痧了耶。不用哎，但是你们看我好有流行哦，这游泳圈，屁股好翘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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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黑天鹅。黑天鹅来了。 有时候会找不到摄影机，超好笑。好好喝。嗨。可能这种娱乐设施。 好玩吗？对啊，好紧张，好刺激哦！尤其刚刚在那边准备下去那一段，好恐怖哦！<笑>你的头发都没乱掉哎！对啊，会很多胶。车子回转太激烈，那陈琳，等下自己找那个感觉有光的地方去。对对对。好了，现在那个更好玩的东西就是，现在杨丞琳在车上在拍 MV， 因为刚拍完，然后现在他都要开始拍，那我们这次这个。 浩大，然后尤其到这个。Hello，Show。怎么不记得我邀请过你？
绕一圈好玩吗？杨宝、欸、反问，风很大，没错，就是找一个先坐上去，好一点。就是这样，有时候就是只把它们削在上面，也蛮好看。拜拜，拜。那个有轨电车呢，是全澳大利亚呢是唯一一个有轨电车。那什么有轨呢？就是看到没有？这有轨电车，因为现在目前呢是拍不到，所以有轨电车呢就是用轨道哦，然后加一些电线所产生的一种有轨电车。哦，那个其实就像讲简单一点，它像公车一样，方便四通八达。然后呢，它其实就是一个。就像坐公车一样，它每个地方都有一个站牌。那如果你要上这个有轨电车呢，你必须要在一个定点呢，然后等待这个有轨电车到来之后呢，你就上车。然后呢，而且它还有一个提供的免费的观光有轨电车，然后可以方便让很多的旅客呢可以到这边来游玩。那如果你对于这个地方不熟的话呢，其实坐有轨电车它是一样可以到达一定的时间，还会回到你原本上车那个地方。然后你就不用怕迷路，也不用担心怕说到哪里下车什么都不懂。其实它是一个很简单的，然后也是非常的方便。好，还是要强调一个，就是这个观光有轨电车呢，它是免费的哦。哎，观众朋友，来看一下，真的有轨电车看到了没有？有轨来了，有轨来了。你要打招呼啊？它是免费的哦。快快快！我看里面很多看不到的人吗？啊，不是。
好好好 ，OK。你看给的话，来，下面了。沉你下巴低一点点的 ，OK， 好。小猪 ，OK。这一次算是跟陈琳第二次的音乐上面的合作，然后这一次的感觉又是一个不一样的感觉，因为这一次我们从台北到了澳洲，然后拍了微电影之外，然后当然还有请他就是一起跟我合拍这支 MV， 非常的辛苦。那这首歌《王见王》的意思呢，就是在表达就是男女之间都一个想要当王的一种感觉，就大男人大女人的感觉啦。其实也蛮符合我和小猪私底下的对感情的那种感觉，因为大家都知道小猪是大男人，那我其实有一点点大女人，所以《王见王》其实还蛮有趣的，就很相爱的两个人，可是又有一点叠对叠，所以我们今天的穿着也是有一点史密斯夫妇的那种味道。对，其实刚刚在拍跑车的时候，有心中有一个很大的感想，就是还蛮羡慕在国外开车的感觉，因为在台北市开车比较少会有机会开敞篷，那因为本身已经是艺人了，所以你会开敞篷会特别的奇怪，怕很嚣张，对不对？除了嚣张之外，还有摩托车很多，那红绿灯又多。那当你红灯一停下来的时候，旁边的摩托车会看到你，小猪呢？哦，敞篷车呢？谁规定摩托车的骑士一定要小猪这样？因为我本身以前是骑摩托车的时候，我懂那个心情，我会，我会 ，I can do it， 我会这样做。OK。所以我会怎么了？英文不对吗 ？I can 不是 I can。I can do it， 我会这样做，所以我会明白那种年轻人，如果看到我们开敞篷车的话，他们的心情也是会想要这样说出来的。了解。对，嗯哼，然后就觉得还蛮舒服的啦。这是我第二次来澳洲，但是第一次到墨尔本。第一次来的时候也是跟小猪一起有一个秀，对不对？我们一起办一个演唱会，所以还不错，就是可以再跟他再来。那时候来澳洲办演唱会还合上一首歌叫《你最讨厌》。哪是啊，是你最珍贵啦。那时候还不合吗？那个时候还好，已经讲开了。所以那时候上应该《你最讨厌》。那时候讲开，但是没有那么熟悉。讲开是蒋哥的弟弟。讲开。蒋晨开。蒋晨开，蒋赌开。蒋赌开。蒋走开。蒋全开。尾牙的话，全开。蒋全开。